切生命，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这十个方法只在忏悔罪业才能发起禅定。第十法无神忏，还得具备禅定与空性智，才能得以承办。这十法是渐进的，先经过前法的修持后，罪业自然会渐渐轻，禅定也能渐渐升起。忏悔分为事忏与理忏。一、事忏又名做法忏、有相忏。事忏者，分成择心忏、做法忏、取相忏三种。一，择心忏者，比如耐心不好，怕麻烦，没有尽心之类小过失，要自行择心忏。做法忏者，比如我伤害了你，我向你发怒忏悔，获得你的原谅后，就忏悔清净了。发怒的对象，除了被自己所伤害的外，也可以向高僧、大德或佛菩萨发怒忏悔。
三，许相忏是属于杀盗淫妄语的重罪，要忏到重罪灭却的迹象。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，也通过去世带来的罪业。常见的取向忏，比如修八十八佛忏悔文、方等忏、大悲忏、法华三昧忏。礼忏是无相忏、无身忏，亦名实相忏。礼忏是由礼谛通忏悔，礼谛是诸法本空的般若，所以要进入礼忏，要先具足般若空观。一，《观普贤行法经》说，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观罪性本空的般若，即是实相忏。一切罪业都是由妄想所生，观妄想本空，住于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所以了无罪相。罪相犹如早晨霜露，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。三，一切罪相都将被般若实相所照破，这也是所谓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罪亡心灭两俱空，此则是名真忏悔的道理。
观罪性无生，就是属于礼忏。重罪孽相。经过至诚忏悔一段时间后，大都能感受到业障有所减损或净化，这时会出现所谓有的灭罪之相。至于要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，乃依于业障轻重以及至诚心深浅而有差别。智者大师用五种情形说为重罪灭相的象征。一者，自觉身心清丽，身子比以前健康，情绪比以前安稳，心理上的烦恼也没以前那么重，身心感受到所谓有的轻盈。二者，得好瑞梦，或复睹诸灵瑞异象。智者大师修方等忏时，修到圣相现前，在定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，自己坐在高广的大座上。口诵《法华经》，处定后，心神融静，爽利长日，身心比之前感到特别的清安。
善行开发。比如发起过去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慈悲心，或待人处事上显出所未有的包容力。四者，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，应是见正得禅定的象征。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，这是忏悔后相应初禅未到地定的身心效应，以及由业障的净化加上勤修止观相应禅那，得以先证入未到地定，再由此深入诸禅境界。五者，复豁然解悟心身，善事法相，随所闻经即知意趣。这是业障消除，开发了般若慧的善相。过去无法了解的法义，突然就此相应明白了。再翻过去看过的经典，以前不懂的，现在大致都能懂了。忏悔的功德如此之大，但因众生在无明妄想的覆盖下，把忏悔一事只在做错事的事项上转。一心一意在维护自我的尊严与自我利益，
对自己的缺点都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服自己，对别人的缺点则在分别妄想下清清楚楚斤斤计较。为赞叹公开忏悔者之所以很少，乃是因为当中必须具备智慧之眼，才能看到忏悔的殊胜处。凡夫的心都是向外看，只看别人的缺点，看不见自己的盲点。圣者则是一心观察自己的盲点，不会在他人的缺点上做文章。就如慧能大师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浊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清明孝亲报恩法会。4月1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4月2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，三十系念超度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慧公法师主法，法务指导法师领众。地点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：0722123232。072212323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"佛教中山书坊"。
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你找到胡萝卜朋友忙着送包的，人呢在找我说，可把不记得热出去我们，我说可把冤嘛的，热个出能记得这么久没得了。女阿姨生个叫接着叫我当葫芦的，这样葫芦切过嘛，葫芦从家就是过出过来，你过了，女个叫啊，你过不了，你可能看菜也忙过，阿个叫啊，你把长话的，你能葫芦平这个人，三斤能出吧，甚至是这种两只吃不了的，三斤就干的，一只叫啊，你葫芦就是生命出过来的，让的这里。那个大龙就大姐你没喝过，我们家呢，我可要的，我都是慢慢用惯的。人呢，从经常的苹果上过了用的呢，你上学生那把你打打，什么这些那个要的，干嘛就喝那样？等于就过了，那平庸进步的。所以小刚用过了，过了这个送菜那个第八次还进步了。小刚用过了的苹果，家里人破家没送过来，可是全部过了苹果有啊的哦。我喝了的杂七八年，喝了那个六十年的，花家没送我的，这是喝了不用钱买的。这送的里面，喝了送的这些，这时候人家也就给完了。这呢，一个哦，喝了送的也不钱多少呢？这上去的呢，我说你送出来，我家出不了，从小没到出过来，他们找啊就别提这个，这喝了不用提到，三百多块钱，对，啥拿了东西啊送。为啥这个地里两村就嘎啦没啦，他们这人都好了，明白的。这里好了些穷嘛，不是这人好了穷穷的就到，这就搞得呢。这啥管的就生马英宝吃个药的，马英宝那三姐跟着人，生这就问啊，啥马的年纪是多年，生个就把他带那样。他们这上的村穷，看松看了嘛，那么少生的人都弄起来送，你好了就搞些生这就来了嘞。龙啊，一生顶着一个叫啊，上帝们吃把药嘞，这些东西的嘞。